天泽，啊，这份文件什么时候送来的？就刚才啊。哎呀，这霍乱防疫是不可小视。对呀，对呀。可是啊，听说昨天晚上日本司令部那边出了一些状况，我要这个时候提出去防疫，那个小藤一郎会不会多心呢？也是。 可是不去怎么办呢？要不然这样，署长，我亲自带人去司令部做防疫，让他们知道咱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他日本人也不是百毒不侵啊。您别犹豫了，不妨给小藤一郎打个电话，看看他是什么态度。你说呢？也好。 对对对对对，是卫生防疫处发来的紧急通知。卫生防疫，小藤组长，如果司令部那边方便的话，我会派欧天泽作为负责人前往司令部进行防疫。欧天泽。 让天泽进来吧，我在这里恭候他。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派他过去。再会。哎，天泽，你跟这个小藤一郎很熟吗？应该算很熟，我们俩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哦，臭小子，你可没说过。 哎，以后这个小藤一郎可有你应付啊！没问题。好，赶快带人去吧。。卫生防疫，也太巧合了吧！ 昨天晚上没有得逞，今天就想出这一招。 想化妆成防疫人员来救人，36计只混水摸鱼。天泽君，你也太心急了吧！组长，要不直接下令抓捕欧天泽？要抓，我早在北平就抓了。况且他的父亲现在是上海市的副市长，颇有威望。 我要是没有把握，动不了这个欧天泽。你给我听着，一会儿把林白秘密的转移出司令部，啊，转移。中国人想要给我一个混水摸鱼，我就给他们一个李代头将。走。 小唐组长正在开会，他请你先去监狱防疫，他随后就来。好，进。走。门打开。 我进去喷药。开门。嘿，喷一下。
这句对不起了。把他们的口罩全给我摘下来。嘿嘿，收拾。嘿，小唐，你太多疑了。好一票乔山政府啊！这帮日本猪想跟老欧斗智慧，还差点意思。小日本子果然要把林子运走。我是越来越崇拜老欧了。组长，都搜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武器，人员也核实过了，确实是防疫处的工作人员。不对，赶紧派重兵去增援，要有明白的才对。嘿，疫情不能忽视，如果有人出现症状，第一时间通知我。你放心，如果出了任何事，我第一时间就找你。今天让你受惊了，田泽君，我奉劝你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告辞。早点休息啊！哎，天泽啊！啊！
你说这林氏兄弟看那样子挺老实的，怎么会是刺杀天皇特使的凶手呢？爸，您说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盘上那么猖狂，政府就没有态度吗？为什么连声都不敢吭？哈，蒋委员长对这事儿都管不了，你就别说我这个副市长了。这么下去，日本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天泽，这种事儿可不是你我能操心得了的，在未来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可不能做出出格的事儿啊！这枪打出头鸟，明白吗？啊，我知道。林先生，你的兄弟绞尽脑汁要救你出去，只可惜你只未能如愿，我真替他们感到遗憾呢。放心吧，我在这里待不了几天了。哦，那我应该恭喜你啊。哼，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你那些兄弟的身份了。这个人你应该不陌生吧？当然认识了，欧市长的公子欧天泽，一个纨绔子弟而已。你不老实。我已经调查过了，欧天泽那时是跟你同一列火车到北平的，况且你的哥哥林峰和欧天泽的父亲欧慧敏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来问我做什么？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你觉得我需要吗？求生是人的本能，你应该不会拒绝。自从来到这里以后，这些玩意儿每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怎么你就这么怕我跑了？只要林先生愿意配合，你任何要求我都会答应。好，我要跟你平等的对话。替林先生把脚镣手铐打开。这次这募捐搞得还不错，我还准备在工商界、政界、军界再多搞一搞。既然这个收容所破土动工了，就不能把它停下来啊。爸，您为了这件事儿日夜操劳的，别把身体累坏了，早点睡吧，我也去睡了。哎，天泽，你跟林白没关系吧？爸，您想哪儿去了？别老是为我操心啊，我跟他就是当天认识的，能有什么关系啊？哦，那小唐一郎是你的同学？对，在日本的时候同窗过几年。天泽呀，不管你这心里有多么讨厌日本人，这脸上也不能表现出来，不献媚，不敌对，不卑不亢，明白吗？明白。爸，您放心，早点休息吧。啊，我也该睡了。啊，你去吧。
林先生，我在等待你的答案。如果我告诉你，你能保证我和我的家人安全离开中国吗？这一点你放心，我会直接上报参谋本部，把你和你的家人接到日本去。 放下去！小唐，想要活命的话，就别耍花样，往前走。林先生，你是跑不掉的。就算跑不掉，我也拉你当兵。你先冷静一点。我让你见一个人，见完之后，你再走也不迟。你耍什么花样？把人带过来。 林一泽，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把你怎么了？你快走，快走！只要你能活着出去，我就放心了。放了我哥！林先生，你自己惹的祸，却要打上亲哥哥的名，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仁义吗？少废话，放了我哥！ 你太天真了！我们日本士兵的命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死亡是天皇给我们的褒奖。可惜，你的哥哥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我叫你放了我哥，听见没有？我说放了我哥！上堂。 我数到三，立刻开枪！放了我哥，听见没有？放了我哥！林子，你快走，别管我，你快走啊！二，林子，你快走！三。 林先生，我想我们可以开始合作了。哥，多么感人的画面啊！ 喂，怎么样？没救出来。咱们还有时间，明天老地方见。 进来，组长，林北愿意带我们去抓，康是沙间小偷的齐大强，但是齐大强原来具体身份，他就是不愿意告诉我们，我怀疑他另有企图。昨天晚上，林氏兄弟之间的情谊，我是看得一清二楚。
只要林白的哥哥还在咱们手上，我就不怕他另有打算。嘿，留言都已经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嗯，我交代你的另外一件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已经查清楚了。金曼是女子教会学校的一名音乐老师，她和欧天子关系密切，很有可能是情侣。哼，哼。 透不出我的眼睛，欧天泽可能女人的眼神很不寻常，他一定是在追求她。据我们了解，慧人女子学校将在今天举办迎新年联谊会，金曼必定会出现在那里。组长，要不要联谊会在那里举行？就在校园里。 如果让他心爱的女人再次死在他面前，而且被炸成粉末，我倒想看看像欧天泽这么自大的人会有什么反应。组长的意思，不管欧天泽是不是杀进小队的成员。 我都要彻底的击垮他。一会我们出发之前，你悄悄地把林峰带到炼狱会现场。记住，在他身上要安置好足以炸平那座校园的炸药。嘿，你的使命就是确保炸药准点爆炸。现场所有人，包括金曼和林峰。 前面左转。 前面再右转，听他的话，向右转。 就是这里，关好俱乐部。
他们一会儿就到了。什么？一会儿？他们还没到，你就带我们来这里，我们只会暴露他。这个愚蠢的人！你要是怕暴露，可以躲在对面这栋木楼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 你们中国人真是狡猾，林先生，这该不会是你设下的圈套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说：“吃以前，长一智。”林先生，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那你有没有听过另一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去不去由你。 小唐君，你打算就这样暴露在窗前观察他了吗？林先生，你的反侦察能力真的让我佩服啊！听林先生的话，把窗帘给我拉上。快开！ 林先生，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快！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是不肯说出他们的名字？你一会儿不就见到他们了？这么一点耐心都没有？有意思。 现在，谁走进万豪俱乐部，谁就是我的猎物。大哥，嫂子跟我说了，就是让我一直跟着你，怕你再不回家，万一有什么闪失，啊？ 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就爱瞎操心，我能有什么闪失？那再者说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你们几个祸，顶个屁用！哥，嫂子是为你好，你想想，万一有什么危险，我们哥几个起码给你挡子弹，是不是？少放屁！我告诉你啊，大早上起来别说这晦气话，要不然我脖子我大腿。 等等啊，行，从那儿吧，哎，我的猎物出现了，坐下。哎，放轻松，林先生现在可是我们的好朋友。 通缉令上面那个人，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林先生，你这次表现得很好，我会向司令部申请为您嘉奖的。我知道，让你出卖朋友这件事，让您很痛苦。不过，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哥哥，你这么做是正确的。 都什么时候了？就知道吃。吃饱了好就林子。走吧。又来了两个。哎，这个不是那个京剧名伶吗？ 做好准备，欧天泽一进去，马上行动。这是完美的一天啊！ 这个望远镜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对面的中式木楼，我观察了很久，
那栋木楼常年无人居住，但却是观察我们俱乐部的最佳位置。也就是说，一旦这个俱乐部被人家盯上，一定会选择那边作为监视点。如果真的是这样，对面的窗户一定会拉上窗帘，作为遮挡。哎，咱们暴露了，这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什么？什么？快拿武器！快！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日本人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只有一种可能，是林子告诉他们的。对，就是他。要不是他，日本人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哼，幸好老吴反应的及时，要不然他哥几个就让日本鬼子给咔嚓了。他肯定是遇到什么难处。不是，他再有难处，也不能把咱哥几个出卖了吧？太不地道了。你们几个听着，咱们能从俱乐部出来，全是林子的功劳。要不是他那台望远镜，咱们几个全得死在里面。什么望远镜？别说了，跟我走。快！你们组长进去多久了？十分钟了。你要干什终于开走，等会儿。于二爷，我问你，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是他告诉我们的。林子，还真是你又出卖了我们呀！于老二，你要相信我。是，我是对不起兄弟，但是小腾抓了我哥，用我哥的性命要挟我，我才出此下策。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去死啊！老。你听见了吗？啊，他是为了他哥把咱们哥几个出卖了。于老二，林
林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你心里应该清楚。之前林子就跟我讲过，如果俱乐部被盯上，这个房间是最好的监视点，所以他每次去俱乐部都会用望远镜看这间房间，以确保大家的安全。今天的鬼子就算是林子引过来的，我也相信